级汽车。阿力阿力，是不是你拿了我的墨镜？嘿，我可没有。真的吗？真的没拿吗？酷宝，你这样真让人生气。哼。阿力一定是心虚了，我要去找雷克警长调查他。雷克警长，我的墨镜一定是阿力拿走了。酷宝，怀疑别人是需要证据的。哦，对了，他说过他很喜欢我的墨镜。这只是一句夸赞，不能作为证据。是紧急任务。是谁需要救援？请你冷静一点，你的珍珠我们会帮你找到的。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。警车雷克，挖掘机酷宝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惊喜道具是扫描眼睛。神风跑道开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是人鱼公主的哭声。她应该就在前面。之前我的珍珠就是放在这里的，可是我睡醒后它就消失了。我怀疑。怀疑谁？大鲨鱼是他，是他，他有大大的嘴巴，把珍珠藏在里面，快点快点抓住它，追呀追呀追，鲨鱼快停下，让我找一找，哦，珍珠没找到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弄错了。小丑鱼是他，是他，他有一点小顽皮，把珍珠当成玩具，快点快点抓住他，追呀追呀追，小丑鱼快停下，让我找一找，哦，珍珠没找到。追，大海龟快停下，让我找一找，我珍珠没找到。我没有拿你的珍珠。抱歉。那我怀疑。人鱼公主，不要再怀疑别人了，还是让我们来帮你找吧。太累，大地无敌无，大海里边找一找。大铲子。找一找，目标发现了，挖呀挖一挖，哦，珍珠找到了，珍珠珍珠找到了。雷克警长，酷宝，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珍珠。不客气，人鱼公主，以后不要再随便怀疑别人。我知道了，作为感谢，这两个贝壳送给你们。哇，这个贝壳会发光。这是什么？这应该是你丢失的墨镜。
哦，天哪，原来是我错怪了阿丽。空宝，你去哪儿？我得去跟阿丽说声对不起。小心喷火车。大家好，我是消防车高迪。哇！现在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灭火的，看好喽。哇，好酷啊！遇到火灾，记得拨打火警电话来找我哦。消防车高迪好厉害呀，刚刚那点小火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是呀，就算是一辆着火的汽车他也能轻松搞定。着火的汽车是那样的吗？小家伙们，我新发明的喷火车厉害吧？喷火车啊，让整个城市都烧起来吧！高迪，救救我们！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喷火车在到处喷火。乐嘟嘟胖嘟嘟，你们受伤了，看来我需要支援。是高迪，贝勒湖城市里出现一辆喷火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呼噜噜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洒水车保护你，温度太高，我来降降温。大火大火，别想靠近，哦，现在安全了。啦啦啦啦，救护车帮助你，是谁受伤？时候消灭喷火车了。哇呜哇呜，避开大火，不后退，向前冲，走狗！哗啦啦啦，挡住大火，勇往直前消灭它。交给我吧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，加速喷出水炮弹，击中了。我的喷火车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别担心，我会把你修好的。可恶的超级汽车，你们给我等着！超级快递。
们该做点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哈哈，找到了。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嗯，看到了。它正在送快递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。谢谢你啊，斑斑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。什么？虎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！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货车，斑斑；超雷达警车，雷克；跳跳出租车，妮娜；超级汽车，出动！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送货快又准，这不是我的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。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。这是农场的快递。天黑之前都送达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好呀。泡泡灾难。
我的洗车店开业了，今天洗车免费。哇，免费到了，快来排队吧。大家在这干什么？听说是免费洗车。哇，这么好的事我可不能错过。喂，你们刮花了我的油漆。对不起。你们小心点，差点撞到我的宝宝。对不起。喂，老兄，你是不是插队了？你可别乱说，好好排队，别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滴滴滴滴滴。今天排队的汽车真多。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家别吵了，快停下来。妮娜，你快看，糟糕，我忘记把清洗剂拿下来了。快跑，快跑！救命啊！哎呀，现在可怎么办？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洗车店产生了大量的泡泡，已经开始淹没街道了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破宝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到底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快消失，发射水炮弹，用力用力冲冲冲，街道畅通了，前进。汽车汽车在哪里？被大马淹没。行人行人在哪里？困在炮里。我们分头行动吧。好的，伸出伸出我的大铲子，对着宝宝挖呀挖，挖呀挖呀，挖出挖出两个小汽车，一辆公交车。哇，弹弹弹弹我的大车轮，跳进泡泡里。哟吼，大家大家快快抓紧我，向上跳呀跳，跳呀！你们看，房顶上、树上、花园里，还有好多好多泡泡呀！大家都来帮忙，让泡泡消失吧！泡泡泡泡快消失，用水冲一冲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轮子踩一踩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挥挥大铲子。泡泡泡泡消失啦，到处亮晶晶。不小心了，真是抱歉，给大家惹麻烦了。没关系，妮娜。对了，今天还有免费的洗车活动吗？当然有，不过要好好排队呀。失控的赛车。热身完毕，今天的状态非常好。是吗？副
特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当然是要挑战你了。来吧，看看谁的速度更快。切，谁怕谁？智能跑车福特失去了控制，情况紧急，我需要支援。好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速赛车旋风，超雷达警车快车，大力士吊车马力，超级汽车出动！大家分头行动，避免碰撞发生。好。滴滴五，快快停下！十字路口有危险！轰隆隆，速度太快，小心别撞到！哐哐哐，伸出手去拦住路。不要冲，大钩子甩一甩呀，轻轻吊起来。谁来帮帮我？怎么停也停不下。谁来帮帮我？我也好害怕。让我来帮你，追呀追呀追上你。让我来帮你，不要再轻轻。前面正在施工，我们要掉进去了。我来帮忙。滴滴，警车来了，发射大王拦住你，向后退，用力用力向上拉呀拉，快坚持不住了。哐哐哐，吊车来了，伸出手臂勾住你，慢慢的把你吊起，现在安全了，我得救了。谢谢你们救了我。你没事就好。嘿，福特，我们的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呢。来吧，比赛继续。你还是先修好自己再说吧。花园大道。哇，公园里的花好漂亮呀。嘿嘿，雪莉，我们一起和小花拍张照吧。好呀。花儿怎么消失不见了？
肉花，让闻闻你香不香。怎么回事？小花们，来喝点水吧。是有人把花都偷走了。是谁呀？是我，麦特博士。我要让整座城市的花都消失。去吧，我的鼹鼠车们。原来是你们在捣乱，可恶的鼹鼠车。我得想个好办法。有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发生大事了。我今天早上起床后吃完早饭想去花园里散散步。妮娜，你快说重点。重点就是城市里的花都被鼹鼠车偷走了，我需要大家的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。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消防车喷喷水，让我们把你抓到。大大胆子一二三，对着东东挖呀挖。大大水泡快发射，对着东东喷呀喷。大大轮子跳高高，对着东东踩呀踩。小猪小狗变小猫，完美配合帮助你。哦，还有两辆鼹鼠车，继续行动。下发射水炮弹，大水大水哗啦啦，小偷全被冲出来。可恶的鼹鼠车，这就是你们的下场。花园里少了好多花呀。没关系，让我们一起把花园变美吧。积木围城。要迟到了，班班，你的速度太快了。雷克警长，我着急去送货。班班，小心前面。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大积木呀？我肯定迟到了。怎么回事？前面发生了什么？大家别着急，我去找阿力帮忙清理积木。我来了。哦，
你来的可真及时。放心吧，这点小事就交给我了。好了，道路清理完毕。阿力，干得好，快让我过去吧。怎么还有一个？到底是谁在马路上搭建积木？当然是我的杰作了。来吧，让我的积木车陪你们玩玩。雷克警长，你看，原来是你干的。危险，大家快跑。救命啊！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拜特博士发明了一辆积木车，在扰乱城市。我们要马上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吊车咔咔咔，手臂有力气，大积木小积木全都摆整齐，红警车滴滴呜，雷达车一转，有麻烦别担心，我来帮助你，积木积木全尽力，汽车汽车快腾行，走去查积木车跑。积木积木变呀变，围墙变出来，长长手臂哐哐哐，积木全倒下。积木积木变呀变，迷宫变出来，开启雷达滴滴滴，找到了出口。这回你没办法了吧？糟糕，我们小看他了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咚咚咚咚掉下来，危险危险，快快跑，小心小心要躲逃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警车警车有办法，大王大王咻咻咻，一块一块全接住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吊车吊车来帮忙，大大猴子有力量，瞄准目标全力进攻。这个导弹的积木车就交给我吧，不过这些积木要怎么处理呢？我有个主意，把它们收集起来建造一个积木乐园吧。哦，听起来不错，一定非常有趣，我们也来帮忙。穿越迷雾，别出声。嘿，我抓到了。哇，哦，变天了。同学们快来集合，我们现在要回家了。你们看，好大的雾呀，路都看不清了。杨老师，我们怎么办？同学们，快过来，千万别走散了。杨老师，你们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森林里突然出现了大雾，我们迷路了。大家别急，请留在原地等待救援。开心虎，追踪电话信号，确认他们的位置。
找到了。哥哥，这次的任务要派谁去呢？既要熟悉路线，又要保证乘客们的安全，最适合的超级汽车就是公交车、巴士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豪华公交车巴斯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雾干扰了视线，我要小心一点。杨老师，这里什么都看不清，我害怕。别怕，你们快看，巴斯，快上车，我带你们回家。耶！大家坐好，我们出发了。引擎轰隆轰隆隆，车轮转呀转，朝着正确的方向，哦，继续向前走。喇叭滴嘟滴滴嘟，车灯闪呀闪，穿过迷雾，找到回家的路。轰隆隆轰隆隆，轰隆隆轰隆隆，别害怕，灯光把黑暗照亮，我会陪在你身旁。轰隆隆轰隆隆，陆大可，轰隆轰隆隆，别担心，车轮充满力量，带你向前放飞呀，哦，勇敢向前走吧，什么都别怕，不怕不怕，出发出发。车辆转弯，请注意安全。引擎轰隆轰隆隆，车轮转呀转，沿着小河的方向，哦，继续向前走，小桥晃呀晃悠悠，出现大洞洞，危险危险，退后快退后。怎么办怎么办，想办法想办法，不要急不要担心，我们一起修好它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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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朋友们在一起，什么困难都不怕，哦，勇敢向前走吧，我们要回家，终点终点马上到达。请乘客们下车，欢迎下次乘坐。谢谢你，巴斯。最强组合，为什么我每次都会输给超级汽车？难道他们有什么秘密武器？我要好好研究一下。哦，警车和挖掘机的战斗力最强，嘿嘿，我有主意了。完成了，没错，它就是警车和挖掘机的合体升级版，无敌汽车王。真是太完美了，不愧是我天才麦特博士的发明，无敌汽车王，去战胜他们吧。雷克警长，我已经帮你升级到最佳状态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好极了，谢谢你配了火。嘿，你们看，开心虎帮我涂了保养液，还是草莓味的。是求救信号，快走！指挥中心，我要投诉雷克警长，他导出发射大王，把城市弄得一团糟。还有挖掘机库宝，他用铲子到处破坏。看，他挖的大坑。什么？雷克警长和挖掘机库宝？这一定有什么误会。我们俩可是一直待在这儿。快看看监控。原来是麦特博士发明的汽车。他竟然复制了库宝和雷克警长的武器。哼，这个坏蛋就交给我们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
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铁臂挖掘机，酷宝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警车滴滴呜，滴滴呜，加速追击，冲冲冲冲冲冲！我的大王能抓捕，瞄准目标 ，Piu， 发射，瞄准车头，射击射击，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，瞄准车尾，射击射击。小心小心，快快躲避，我是正义的警车，勇敢战斗不退缩。大意了，雷克警长，我来帮你。挖掘机呀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加速救援，我我我我要我，我的铲子力气大，举起石头砰攻击。哼，看看这招，挥挥铲子，进攻进攻，撞呀撞呀，绝不退后，转转车轮，进攻进攻，撞呀撞呀，绝不退后，我是最棒的挖掘机，坚持到底不放弃。怎么办，他真的太强了。别灰心，我们一起上。警车向前冲，冲啊冲，挖掘机呀挖石头，挖啊挖，我们是最强组合，并肩战斗，嘿，加油！警车警车，发射大网，挖掘机呀，不断攻击，警车警车，绝不放弃，挖掘机呀。最强一击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超级汽车会胜利。为什么我又失败了？你当然会失败，谁让你遇到的是最强组合。